咪还很大吗？很大啊，台湾是个海岛，四周都是海，海的范围是陆地面积的5倍大哦。妈咪，老师说宜兰也有101耶。嗯，在哪里啊？宜兰的海岸线长101公里啊。儿子啊，有句俗语说，宜兰的形势龟蛇把海口，就像是受到玄天上帝脚下龟蛇神将的护卫一样哦。考考你，龟蛇是指宜兰的哪里啊？我知道我知道，龟是指太平洋上的龟山岛吧。蛇我就不知道了。蛇就是海岸沙丘啊，从头城到苏澳间，长长的沙丘就像蛇一样盘踞在海边，阻挡了从海上直接来的强风还有海浪哦，保护了我们的家园。妈咪妈咪，你快看，湿地里有好多水鸟哦。昨天老师带我们来海边玩，我们还在这里堆了一座大山。妈咪，沿着海边最远可以到哪里啊？可以绕回宜兰啊。你想用走的还是用滑的？你去东澳湾的独木舟活动吼，两日一暝，唔忙那不个，现在就袂个了。时阵降神，啊，河游，所有的思想出入门，啊，在海上，啊，人甲船拢平安顺利。这一艘好了。好啊。天空也蛮大的。很大。还不错。嗯，对你来说很不错。对我来说很不行。这样跌的好不好？好，坐后面了。这是什么哨音？紧急哨音！你有状况的时候，啊，比如划一划，你翻船了，可能你被船漂了很远，这个时候就拿起你的哨音，就短促连续的哨音吹。不要紧张，慢慢划。我们的目的地在哪里？屋檐角。挑战啊！毕业证书不是合办要拿的、啊。对了啊，我弟弟
你 OK 吗？OK。想吐了、哦？哎，可是你到救生艇也是会摇哦，因为那边有石头哈、哦，所以那边会没有风，所以你开上去一点再进来。对啊。加油，一下就到了。好、哦。哎，我先试好了。三个钟头啊。爽的，教练滑三次下，我滑二次下。你看这球上东西，我就要吐到睡着。那别人拿帐篷就开始搭喽，你一搭就是放在气球上面喽。好。不会，妈咪。哇，天哪！滑下面多好。那个蓝色的是谁搭的？怕晚上帐篷就被淹到了。不要在高潮线上面，就是要稍微再往后退。啊！有了，就到了。一条来扎西米，三只刚刚好。好，小朋友过来这边学一下。好啦，谁有晕船的举手？我有，有吐的举手。吞回去了。讲到海的话，我看没有人比他更恐惧过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今天哦，我们中途休息要跳水的时候，他是唯一跟我一起跳的嘞，我很惊讶嘞，哇！我说你怎么突破那个恐惧点？来，你先讲一下你的经验。之前跟哥哥去钓鱼的时候有掉水，差一点溺水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有一段时间他都不敢碰到水，那现在想起来都还。害怕，小时候我也很喜欢幻想一些有的没的，然后就幻想海里可能有大海怪之类的。好像有人告诉我说，连那个莲蓬头的水都会害怕。这是以前，就尽量不要去想害怕的事情，然后就不害怕。这边的那个海洋课程都蛮好的。他今天晕船，对不对？他上来的时候，他一直在哭。我说：“那你到底是怎么了？”他说：“我好对不起我的 partner， 我的那个跟我一起滑的人。”那些活动就会一直晕船，就会越来越怕船，可是还是会觉得很好玩，因为可以跳水。所以你们可以透过很多活动，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。晕船也是一部分啦，对不对？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开 OP 出海的时候。那时候船全大家都出去的时候，教练就组织和我们讲说叫我们出去，然后那时候出去的时候，其实心里害怕。校长觉得你这六年，这一年来，就是六年级这一年来，你在开帆船的方面，发现你的胆识变得进步很多，比较不害怕。还是有一点深处的恐惧。啊，深处的恐惧。还要敬畏他。对。审查委员对我们月明国小公办民营的课程一直有很大的问号，就是到底你们要实现什么？1995年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看到帆船，因为以前没有看过帆船，就只有看到手划的、脚踩的。
那就觉得说，哦，这个以前书里面有写到，我们是中国人是发明帆船的，还是航海的大国这样子。可是却是没有看过这样子，也没有玩过。那所以就想说，哎，那有没有可能透过这样的一个运动，让我们的孩子有机会可以真的跟这个海洋来做接触跟互动啊？因为现在的家长也不可能让孩子去捕鱼啊，干嘛？所以是想说，那透过帆船，我们来开启一个跟海洋互动的这样的机会。你们这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，这里呀。啊，你先。这个是在我们105年建造的，上面有6个大字，让生命不一样。我们不一样。所以接下来，学校希望来这里读书的小朋友，生命都可以不一样。这个不一样，就是变得更好、更美、更精彩。石碑上这一幅画是一群人乘着竹筏，乘风破浪，代表着勇敢、开创的精神。勇敢是什么？勇敢的精神，也是学校希望我们有的精神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早。今天早上由我们航向南海的6位小朋友要把他们在这6天很特别的旅程跟经验来跟大家分享。这张照片是我们要出航前的照片，我们会搭着光脚号开到石人岛，在看日本当地的俱乐部比赛 OP。 第一站在苏澳豆荚比赛，在检讨，因为有些不好的事情，就是因为有些人在途中就绕跑，这样子如果在途中翻了船还是怎样，有点危险，人会不见，然后教练艇就没办法找到。过来猫叔，猫叔都苦了，所以这里在挡住，没办法。有这种山峰吗？很小很小。对这个风好吗？还好。对。这边有一座山挡住风，外海的风会比较大。外面起白浪。Hello， 你现在怎样？你会怕？没有，月线就比较大。开始的时候一分钟，降什么？穿云皮。Start 多少分迈噶啦？咦？好 ，OK。帆船，他们都是船长，所有船上的状况哈，遇到的时候他们都要自己处理。比赛当中我们也不能讲话，不能给他打什么暗号，所以绳子掉了啦，什么东西损坏了，他们自己要处理。我们学校是3年级就可以开始学，因为学帆船要不动嘛，他可能小朋友很小的时候他还没有那个逻辑概念，他都是先让他们。不怕水，先让他们玩。他有兴趣之后，到高年级之后，他们就会判给这个风啊、角度啊。下水之前啊，你可以帮他们做一个上下船的动作，哦，扶的时候帮忙扶着这船边，下面的脚都要勾着，来来抽着，真的掉下去没关系，来坐下，掉下，我的手在你后面 ，OK OK， 手放哪里？放小腿，放住，拉在撑起，拉在撑你的脚，脚勾在那边，这不用怕，慢慢摇，慢慢摇，然后如果要疯狂一点，就大力一点点。
跟那个那一天那个有、那個、有一点接近吗？没有，那个颜色更大吧。那个海的颜色真的真的很恐怖，世界末日。风来了，你要怎么利用这个风块往上？风摆。一年带着孩子横渡黑潮，开到石垣岛去嘛。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讲意义很重大。我们一直在讨论台湾是个海岛国家，我们要培养海洋之子。过去的海禁也好，或者是先民渡过黑水沟种种的这种历史的背景因素也好，我们对海的那种恐惧陌生，导致于我们在教育里面谈海洋教育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在纸上谈兵，孩子真的没有机会去接触大海。我来月明开始推帆船，其实也是有一个这样的动心起念。来看一下这护照谁的？张恩，拿着说。李宇成，我想去认识海，我去认识太平洋，因为平常不会看到太，不会到海上去做，到太外海的地方去做一些活动。那这次比较火，这是到外海，我们当水手帮忙控帆，还有控舵那些事比较重要。好，小水手把把缆绳收进来。水手们，海螺冥想，坐佛起航，航向蓝海，守护海洋。清晨4点，我起来值班。幸运的是，我同时看到太阳和月亮高挂在天空上。太阳不刺眼，反而亮一颗咸蛋黄。月亮发出微微的光芒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景象，真是太奇妙了。中央山脉接触到太平洋的地方，我们叫做七星岭、七彩岭，所以这里所在的地名叫做尼亚卡，因为在七星岭的山脚下，当地人不叫五位港，当地人叫后壁港，就是因为村庄的后壁，那个港就后壁港，因为地层里面有二氧化碳，所以也有气泡，跟苏澳冷泉是一样的。啊，较早去海边玩，回来怕被爸爸妈妈骂，都会在这个泡泡涌泉那边，先把身体洗一洗，洗干净了再回去。我小时候，我爸爸常常带我来海边钓鱼，再加上
我家是开渔衣店的，所以很多的渔民他们捕鱼要穿的渔衣，两毛仔要穿的迄个火帽啊，拢是地方到位。所以当年呐，这个两毛仔期间，就是大概在冬天的时候，弯到暗时啊，就老热滚滚，然后隔天早上你就看到很多人来修毛仔。大部分冬天呢，抓鳗鸟的时候，我都会参与。要拼经济啊，夏天就砍锅啊，砍锅以前早期的砍锅是很频繁的，一天都拉好几次，有鱼的时候一直拉，所以呢拉了呢手会受不了，那早期呢居民呢那就是用这个油槽，你这边要往这边往里面这样才会卡住，啊你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小朋友你手放掉，然后腰靠这样。还得微波一下，啊，也刚倒退行，就是安尼来。那时候扣蚵仔啦、鸟仔啦很多，那扣蚵仔跟鸟仔是一种那个，大部分是那时候是晒鱼干啦，因为一次吃不完，那也是要晒鱼干，啊，所以捕鱼嘛，哦，那砍锅的时候是这里居民的一种额外的收入，正常的收入是种田，种田啊，种菜啊，种地瓜养喂猪啊，几乎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养猪。我到国中的时候，妈妈还在养猪。我还记得海边那边旁边那边啊，跟阿妈一起种花生，那里面那个零头啊，一块一块，那个都是早期我们围起来的围种花生的那个界限啊。那早期那个零头是农民的界限，60几年的时候才开始种那个木麻花。过迄个爱过迄个白鸡，过迄个外口迄个狗仔啊，够鱼啊。放啊地的时阵，就知影咱的。哎，爱往倒一边。对对对，往这边拢会散。吼，今仔无啦。咱今仔无看南卡北卡。伊那滴生肖差不多啊，那一条狗搁出来搁一个花瓶啊，对啊，啊，迄个狗放忙啊，都要放迄个狗屎。那早期的时候，这里有很多组那个锅轴啊，锅轴就有很多组头啊，要来海边看鱼，有看到呢，给安醉的时候呢，那就要赶快到那个我们村里的制高点那边去吹锣，号召他的主咖放下手边的工具。赶快到海边来捕鱼。如果说这两边不平静的时候呢，栏杆歪掉了，大家就要加紧了啦。加紧拉的时候，船上会号召这样，就赶快啦。今天拢总有几种，四种，四种哈，这是最尖啦。较早是拢，看拢几啊千几片，我迄人都做了。恁今天抓无两斤咯？早期的，咱民国那个17、18年的时候，几啊千斤咯？几万的嘛有啊。你看那一盖起来的，哎呀，啊，到位拢会快。小朋友听到无？一边哦，一座高差40个，一边40个，40个。还有大人就囡仔在那里。哎，那边你放那座，那条鱼。啊，你不要跟他走。来，笑来。
你们要靠鲁肃啊！前面。整个宜兰海岸线这么长，大家都是以看钩捕鱼为主，整个环境的污染，那鱼越变越少，这些在地的居民要再去做看钩这件事情，好像变觉得跟以前的环境不太一样了，然后又缺少了人力，可是这是毕竟是我们的文化啊，所以我们这几年就是透过社区营造，然后慢慢去累积这些能量，把看钩文化找回来。我们会没有很多 NPO 组织或学校单位，然后透过祈祷在现场做一些讲解，然后让老人子可以感觉到是好像又活到说那以前看过那种荣景了。那虽然他们现在没有实际去拉，看到这些年轻伙伴在拉，他们觉得很欣慰，就是说我们还可以这样子把这样的在地记忆、在地知识传承下去。三十斤，妈咪，我们宜兰海边真热闹，夏天可以玩水踏浪，还有扛钩，冬天可以捕鳗鸟抓螃蟹，好多事情可以做。对啊，我们离海很近哦，所以大家很常去海边活动哦。我超级喜欢去海边的，在海边待一整天都不会累。我们宜兰大多还是自然海岸，所以生态资源很丰富哦，像是冬天捕鳗鸟的时候啊，出海口附近的海岸沙滩上都是鳗鸟哦。这个周末妈咪要去当生态志工哦，要来支援几个海边的社区活动，你也一起去吧。整个宜兰从南澳沿海一直到金山万里，几乎海岸的林地大概都是保安林地。那保安林地它都有它的保安功效，比如说它可能是土沙房子、飞沙房子。那这一号保安林是飞沙房子，那飞沙房子就字义上来解释，它的用意是什么？它就是要防止一些飞沙，然后保护后面的住户。你把它想成是一个绿色长城。从外到内来看，它的这个效果。你们去做出来，哎，它的株数是有多少株？这是什么树种？五个怎么办？要量五次哦。这不叫分叉，分叉是从下面这边上来才叫分叉。哦。回去做出来也要换算。0.90。多宽？对，8.5。8.4 ，OK。今天在这个现场的实习里头，除了说去认识海岸的这些植物特性之外，也要在做这些海岸防护林的一个呼吁造林的工作上，那他可能需要去了解什么样的情形，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让他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下比较早的来成长成林，来发挥防护林的效果。在每年的地球日的时候，我们会做一次同步的自然观察，每年大概会有接近40个定点，250位左右志工一起做这件事情。那你看它脚上有感觉吗？有没有？它是用脚上的毛来后脚，我们后脚。在物种这里，你要打，比如说打中华沙蟹。透过一个我们设计的一个网站，然后结合手机的一个程式，让他们可以直接在外面就做记录回报。对，那我们这边在帮忙累积成所谓物种名录的一个资料，那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其实就可以拿来做环境教育跟栖地守护的用途。植物对风沙的翻译来讲，它就是一种干扰，一个阻碍，风场被破坏，然后沙子停下来，这些影响的作用是一样，但是在每一个地方组合就不一样，那所以每一段海岸就非常的独特，每一段海岸都有它自己的一个故事。那个沙面是会变动的，如果说啊沙丘长得很高很壮，那就是它体质良好，挡这个海水的能力就越强。如果说啊沙丘已经被侵蚀，如果今天哪一天台风天海水暴涨，那这里有一个缺口，那这个水就从这里淹进去。
妈咪妈咪，原来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是海岸守护小天使耶。我们的家和学校就在海边，大家也那么常去海边玩，所以守护海岸环境当然是要冲第一咯。来，各位同学过来了，快看我这边这个呢，就是机装啊，我们叫 A 装。那 B 呢， B 在那边， C 在那边过去了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测量三支的话，大概要三个小时，总共就再走回来。那你看这是第一支标准的，你看第二支在那里，干湿线大概这里，对不对？那对两根这样对过去，就是我们要测量的距离，了解吗？了解。那你等一下时间，你测了以后再写时间。把线拉直，线歪了，歪了，歪七扭八了。关于我们测量海岸天使对你的意义是什么？意义，对我的意义啊。测量台湾没有转高，慢慢的。它并没有转高了。冰山那个叫融化掉了，所以看海平面的水有没有升起来啊？这是一个原因吗？装 A， 然后52.53，这些 A， 对啊，然后52.53，对啊，下一次前进哦，在哪里啊？我曾经听到这边的七号在讲，他说这边的海滩呢，它其实在冬天的时候会比较怎样？漂亮。冬天的时候比较靠近，夏天的时候比较怎样？会推得比较远。当海岸的流动的时候，因为建筑物的发生，比如说那个海泥的产生，或者是因为某些原因呢，造成它的沙子该搬到某一个地方的它不搬了，所以那个沙子就怎么样，就沉淀在这里。对，是这样。它这边有没有去？对，没有。它这边会不会流走？会，这边也会流走，所以这边就越来越怎样？沙，它就后来越往后退。比如说那个海水是很靠近，以前你这边是可以种田的，但是因为它的海岸线慢慢往内缩了。那你的国土就一个土地就会怎样变少？如果输进来的多，那对你来讲，你就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什么？生活，你的土地。谁可以帮忙测的啊？我啊，那你帮忙记录。好了，拉好了，63.2。A。哎，之前是52.53。海岸线的测量都是很长时间的。那我们现在能做的其实只有一点点，透过实际发生的事情，然后可以深入的去探讨研究，那就是其实比较像是大人在做的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对他们来讲，他们在生活上面的连结会比较有接触。他现在做的这件事情不是只是在读书，而是实际上是他未来可能会碰到的问题，尤其是如果他们刚好住在宜兰，那刚好看到海岸线的消退啊，或增加的话。那他们其实会更有感觉啦，那会觉得说这些有些事情是他们可以做的事情。从潜水镜旁划过一道细细的鱼光，不止一个手掌大的小旗鱼，让黑仔感受到无穷的生命喜悦。阿公，我刚才看了好多小旗鱼，我觉得旗鱼王就是要保护小旗鱼，所以才会出现。
他存着感谢的心情、尊重的心情。在上到抢救海洋那个单元的时候，我们曾经在影片上看到有很多海洋的生物因为误食了塑胶垃圾，或者是因为被一些海洋的废弃物，不管是吃下去或者是缠绕在他的身体上，造成他的生命危险。你还记得哪些？那只海龟一旁插了一只吸管，必须要别人帮他拔出来，因为他自己没有那个能力能将这只吸管取出来。就算我们全月明国小的小朋友一天24小时都去海边捡垃圾，还是捡不完，还是捡不完，因为还是一直飘来啊，还是一直飘来啊。那最根本要从哪个地方开始减量，就是我们要减少我们自己的欲望。所以我们做了什么事情？你的垃圾多大？垃圾不落地。要记得垃圾不落地。校长说要用自己的餐盒装早餐。新的改造计划，改造你的家人，改造你的家，因为从家人下手最好。等一下，我要玩，有玩吗？玩了，玩了。改造一个人吗？不会是我吧？不会，是 Daddy。为什么会想要改造 Daddy？ 啊 ，Daddy 每次每 Seven 看早餐店的饮料，不是都来很多吸管，然后在买便当的时候也拿很多个竹筷。我们不是都把竹筷放冰箱吗？对，是怕发霉。你知道我把它整理出来，很壮观哎。我那时候算了。80双哎，80双，然后你再算一算哦，一般家庭都4个人，那每一个人这样子累积多少双？320。他如果 Daddy 有不一样，那我真的，我觉得尽了一小点力量，像世界10大，十大，这个吗？对，去，让他 Daddy 来看 ，Daddy， 对。去看，跟你见。好，你先来看。况且这个位置留给你。有人在游泳。你觉得他在哪里游泳啊？在河边。你会在这样子的地方游泳吗？不会。好可怕。你要帮我带啊？有啊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我觉得这次的改造爸爸很成功。有一次我们去星巴克，爸爸买了开心果巧克力冰的，里面有开心果磨成的屑屑。爸爸怕冰霸杯的小口会卡住，差一点拿了吸管，因为在我爸妈妈的指引下，他可以。之后又自己订了一大包不锈钢吸管。不是我逼的，是自己自动自我要改变母女每次都跟老板拿袋子的习惯。我建议他可以放一个袋子在车上，然后可以放一个袋子在口袋。然后我希望伯母可以成为那保护海洋的一份子。我们如果辛苦一点，可以分担一点垃圾。我会想要成为保护海洋的终身会员，时间也是无极限，终身会员。我希望未来的海洋可以变很清澈，海里面可以加有垃圾。我希望未来还有很多的鱼可以让我们生存。我希望之后的海洋会是纯洁，然后清澈，没有污染的。我希望以后的海洋能够干干净净的，渔夫都不要捕太多，这样我们才可以继续吃鱼。
我希望之后的海洋颜色非常的蓝，然后我希望不要有塑胶、水母、吸管，我们比如说还没有发现的鱼，之后变很干净，或许它们就会跑出来，说不定。我希望以后的海洋可以干净，还有很多海洋生物，因为这样子不管是海洋生物和人类都可以快乐的生活。水源自大海，注入干净水源自大海。有些想法或者有些思考，其实让我们其实非常感动。听起来好像大家对于这个海岸或海洋的期待非常多了。哦，这块我觉得很感谢。我们其实就是要来收集这样的一个资讯。所以这个部分怎么样去跟国际的趋势去结合？方向上面是一定是正的，但是行动要在。我愿意。号召亲朋好友，大手牵小手，一同守护海岸。Thank you.